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贵州遵义的赤水市，在这个赤水河边呢发现对岸那里啊竟然有一户人家居住在水帘洞，真的是非常漂亮哈，走咱们过去探访一下。现在咱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河对岸，然后这里有一条小道径直着上去，我估摸着应该能够到达那个瀑布人家，走咱们从这里上去。这个小道感觉没什么人走啊，不知道能不能走上去哦。看一下这个下边就是赤水河，赤水河现在非常的清澈，大家可以到赤水河这个周边来玩一玩。啊，这样的小石梯走着挺爽的。然后赤水这边呢，全部都是竹子，你看，走在这个竹林之中，神清气爽啊。这种古老的这种石梯啊，就是有点费腿啊，走起来倒是挺爽的。哇，这个石梯还挺长的，朋友们看看。这里住有一户人家，门口这里一大块巨石，然后赤水这边像这样的景观比较奇特的地方特别特别多，很多房子都是建在这个大巨石的边上，特别的古朴啊。应该是快到了啊。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朋友们。这个洞边上这些全部是竹子，哇，真漂亮啊！看一下，太漂亮了，水帘洞。这边这个洞中堆了好多的竹子。咦，这里还喂有猪。哎呀，吃饭没倒水。嗯。哎呀，你家子儿，你家子在这里啊？啊。这里俺有。哎。我专门出去上来耍哈。有人来你这儿耍过没了？啊？有人来你这儿耍过没了？有，我们朋友，现在。现在有两三个来，现在有两三个来。哦哦哦哦，就在你家人是吧？我家人。哎，你这儿安逸哟，安逸又看得开呀、啊，你看啊，然后又像水帘洞一样。你边上没有装点栏杆那些？有啊，走脚边上来啊！啊，走底下走上来，还是要走几分钟哎！哎，看侬堆了那么多菜，这看那条路嘞，看那有路哈。有，你走，风景还下过我两分钟上来，边走，一直边走路，这东西看路。哦。你这两只狗水夏天是不是还大得多大得很？夏天大，夏天大，天空比现在就该大了一些。夏天了有点大哈。嗯。底下这种是哪个东西啊？啊？我说底下。花椒哈。啊，这个水安逸。那一天起了水才多大个。嗯，你住在这里好多年了，你们？我六十多年了，满70年了。六十多年了。嗯。你好大年纪啊？我每年都满70，我在这生病了。你每年是满70？嗯。我怎么看你像50多了啊？五十多。
是啊，明年是满七十啊，对呀、啊，我看你是面相像五十多了，还真的、啊。看来这个地方住进养生了。你真的看起好年轻。这里面有好大的深度啊，这里面进去。叶子连从外面进来好吧，都有头十米哦。有哦，十多米了有。十多米哈。还宽敞得很呐、啊，你这边。宽敞了原来。八几年后和师傅咱走了干净我咱出口的我咱出口可以扩大十多年的状态这边以后也修公路我家湖边的把公路把房子我占了什么我有我说还是你又占回来啊我说还是、啊、你在公路边修的房子、啊、然后把这个房子给占了 啊他们这里面的人都搬来拿钱都是都是搬在下面，有点刁民，有点这种没有点看上了。哦，等于二老几家这边上，我上来有两家人了嘛，都是这里搬出去的。我觉得还是这里面住应该的哦，安全的噻。安全。它上面应该不掉那些石渣渣噻。有的有把还小块儿的。哦，掉种小。哦，你小块儿的。那种小壳壳哈。还开了车子，还有回，开了车子，开了车子还要回厂。哦，回沙它就会沉了沉的，那种。干不干以后，掉点下来。啊，你这个房间上面有盖的一层没啦？有，有一层的哈，就以防它掉渣渣。哦。但是安全的话是应该是很安全的。你住在这几十年有没有碰到长那种特别大的洪水啊？有。还有你说那时候，那个水压在脚边，特别大门口的。你说它冲裂太大了、哦、直接冲出个几十米是吧啊、哦、你看冲下去是吧结果看我挡上去了看这边我挡上去哦直接冲了啊底下给挡上去了啊、哦、一般的话就得去看看啊嗯冲出去一二十米、哦、打了水打了还是有点吓人哈还黑了不是空气关的不好不好的住进这不黑人，看见个水好像有点黑人。哦，看见了，黑人中的嘛，还是混了嘛。对对，又混，又是混了人啊。看见黑人中的人啊。你这儿的事业也好，主要是。嗯。你这个水太矮了。嗯。你们这边的主要的经济来源啊，现在都是竹子哈。哦。都是卖竹子啊，或者卖竹笋那些。哦。其他的都没得那个东西了哈。所以找干净，还有年轻的赶紧出去找工课啊！你嗯，找工作赚蛮好的，看点料，看点些，看点几多钱的。嗯，是。一年的话，像搞竹子，这可以搞多少钱呢？来一个，要我去山林走，你人口多啊，土地少，分了一公里，没法分了多少钱。你家有二十亩没了？没。啊，对你长期都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哦。你是在这出生的啊？嗯。那他们总的搬来这里买了好多年的呀、啊？哎呀，要换成好几十，换成好几十年。我们老伙的老家在那里。啊、哦。分家是山里，那是上面山里跟我分家嘛。啊，这以前再到以后嘛，我一老祖祖啊，就坐俺家头，一分嘛都，把我们分来，我把我老伙一块走俺家嘛。哦。分两里全是俺家头啊，一个南边。整个里面的面积应该是可能有两亩一两亩地哦，有我可不是，我算了这应该是一两亩地可能差不多哈、啊，这个扛哈，啊，这个才结实哟、哦，因为很多人担心这种不结实，但实际上那结实的很，比你造的楼房还结实，比楼房结实的多，他刚才还有铁呀些的，这看上。这看这上有田的嘛、哦、还有块田啊、哦、有田哦嗯这个水啊像那个太阳光照过来这好看呢、啊、你房间里面那是改的楼板是吧顶的就找不好承包顶的哦就是承包了顶的啊就是给大伙儿啊看了一啊就是这慢慢来稍微这一会儿上来黑扣扣我也喜欢一点
你在那夏天还把凉快很多。夏天要比一般的房子凉快的。嗯。你这个也算是三杆哈，三杆坝的进是进门去了哇，啊你倒退了哈，我看在里面呢。这个里面还有挺宽的一个面积的，他家做的这个房子的这个位置是最里面的。哇，这个地方真的爽，朋友们。啊，一边靠一反的。呵呵，还喂鸡嘞哈。你看你在这儿站起，然后啊那太阳光从那射过来，这水都是发光的，真的好看的。你在这儿都要比对面有可能你要还要深点，你在这儿直接可以眼眼看到下看到到车水河，是吧？眼眼看到车水河，他们那边还看不过来的，看不到的。他那个可能看不到这边湖，看不到那边，那个都看不到湖沟。你至少这环境我觉得比那边好点的，我个人感觉哈，啊，水好像那边大点哈，那边几道沟哈，嗯，是啊，那我准备走了是不？嗯，我下去慢慢的直接走了，麻烦你了，哎，嗯，睡了耍了哈的，哦，凤溪村强化组。你这是当过兵的啊？哦，当兵的这个。你哪当兵哇？当时在云南。云南哈。嗯。我叫工程兵，我们。你叫工程兵。啊，干修国防油库呀，那种。哦，干了好多年呢。三年。三年哈。咦，你还是当兵的？我看到，不看到这个拍我还不晓得。那我先走了，叔。要得。嗯。你在这儿真的安逸。